然现在主要是因为还在审理中，然后我们也不想要做太多的发言去影响到就整个案情，只能说就是还在审理中。会觉得委屈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就是真的谢谢大家的关心。上帝必啊，跟我们的爱以前都是三个人一起唱，这次是刚刚是一个人，心里有没有一点感触的？其实已经还蛮一段时间是一个人唱这些歌的状态，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新的感触和感动吧。那这些我觉得包括编曲啊，还有就是时空背景，即便是之前的歌也还是有，我觉得还是给我很多力量吧。哦哟，嗯。好，我们这个不回答了，好，谢谢。